Hebe 田馥甄今日受邀担任品牌年度大使，一袭露背洋装让镁光灯闪个不停。三月三十号是 Hebe 生日，厂商还提前送他最爱的玫瑰金饰品。哇、wow, ，so sweet， 谢谢，好美，好。要这要来特别说，里面有你喜欢的玫瑰金啊、哦。我们来看看有，对，介绍一下哦。除了有这个 Hebe 非常喜欢的玫瑰金之外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，我们待会再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边有象征的，就是因为 Pandora 每一个珠宝都有很重要的含义，这个含义代表的是。对，这是 family tree， 代表着家人的意思。对，知道Hebe 非常重视家人。那我们其中呢，还有就是象征的，因为环游世界也是每个人的超级梦想。对，我自己也是喜欢旅行的人。是，我觉得好像潘朵拉真的很了解我，非常就是为你量身定做跟选择的。好开心啊！谈到 Ella 肚中的进宝，她笑说自己都快宫缩了啦。突然觉得开始有点宫缩了。没有啦，小进宝，我当然是期待啊，就是非常的期待，然后也知道目前的状况是健康、活泼又好动的一个小孩，然后大家都很期待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